位于石板街酒店三楼的 Envoy 推出全新东南亚风味下午茶点套餐。餐牌的设计充满殖民地色彩，令人爱不释手。想吃啲乜，点样拼都可以剔点心纸。大厨 Sammy 就悉心炮制咗一系列创新咸点，你可以喺14款咸甜点之中挑选6款。精美嘅点心以蓝绿色陶瓷圆盘奉上，加上手制竹碗，充满饮茶文化气息。森巴酱爆谷虾是餐厅的招牌点心之一，而金黄酥脆的猪肉炸春卷，网卷炸得啱啱好，入面酿满虾胶，非常之美。造型标志的香草茶叶蛋，脆炸鸡腿配上酸甜微辣的 BBQ 酱，撒上黑白芝麻和香葱，非常之香口。不要以为这个是一般的法式马卡龙，其实是用了一丝丝椰子肉制成的马来西亚传统甜品，入口非常有着劲，椰香味劲浓郁。而表面看来平平无奇的松露朱古力软心 brownie， 入口够晒湿润，朱古力味道够晒香浓。除了茶或者咖啡，可以加40元就可以饮到以亚洲食材泡制的特色牛奶咖啡系列，有椰子热情果、黄豆粉、斑斓，还有用了抹茶为主的 Mocha 和 Affogato。 这款黄豆粉口味由十谷粉、豆奶、朱古力和冲绳黑糖调配，再加些粟米片点缀。而单点鸡尾酒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都有8折优惠。